我想拍一个那个跑带哈，调整跑带的，跑带是我现在是往右边，往右边偏的，啊，这边有个有这么宽的缝，这跑带往这边右边跑了。我们要怎么调呢？我们首先啊，还是要先开启跑步机，开启跑步机，我们速度啊调到5英里，也不需要调得太快了，但是也不能太慢了，这个。我们调的时候呢，现在跑带是往右边偏移的，我们把右边这边找到这个工具，往右边顺时针拧紧。我们边拧的时候边观察这个跑带过去多少啊？这个有点变化了，我拧了半个圈有点变化，已经往那边走了一点点，但是还是不够，我们再调一点。调了2.5圈的话，这个跑道就差不多了。这边宽了点，多调了一点，我们往回走一点。啊，这样呢，就大概在中间的位置。这边调多了，我们再回一点点。现在就大概在中间的位置，这样就可以了。